听说在成都市二泉城地铁口竟然还有单价7000块钱的房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来到了现场，一起去看一下。这个项目叫城南美地中心，目前在售的是57平的套一和90多平的套三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其实位于地铁的8号线顺丰路和珠江路站之间，并且后期有9号线和30号线的地铁规划在这里。目前看到的这一套是90多个平方的套三，进门这一侧左手边是做了一个卫生间，右手边这边是做了一个厨房，并且还带有了独立的生活阳台。后面我才了解到这个项目原来是40年产权的公寓性质。这一侧是做了一个小的书房，隔壁这一侧是做了一个次卧，客厅的开间在3米6到3米8左右，进深在8米，背后这一侧是一个主卧。可以看到这套房子的每一个卧室的采光都很不错。然后看到的这套房子是57个平方的套一，也就是这个标间，进门同样是做了一个卫生间，这边就是客厅的区域，里面这一侧是卧室，卧室的侧边这一侧是做了一个洗衣房和空调机位在这边。那么这样的房子单价7000多，您觉得划算吗？关注小王，足不出户看好房。